这个天一下雨，我们又要开始穿棉袄了。大家好，今天呢要去看我的小侄子了，是谁大家都知道哈，我九老弟的儿子。哎呀，你说我这个当伯伯的情何以堪呐，是不是？小九老弟是我们家最小的兄弟了，啊，你说我这个当伯伯的真的情何以堪哦！虽然情何以堪，但是这也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穆家有天丁了，是不是？我回来了这2天我都没去，今天务必要去沾沾喜气。但是去的话，要买点什么呢？我这个当伯伯的不能吝啬，是吧？再说九老弟又是最小，本来这个事情呢，应该是女人做的事儿，是吧？现在老欧呢，既当男人又当女人，这种事情又要我来操心。我们家主内的，应该还是由小胖胖来，把持这些事情。真不知道买点什么，是买两套衣服，问问我们家胖胖吧。这个事情得跟他商量一下子。大家说是不是？哎呀，打电话，这里视频信号不太好，应该中午了，应该下班了，午休的时候应该有空吧？行，不接我电话，哎呀。哎呦，哎呀，我们家的贤内助啊，我们家的那个，管内事的，你接电话啦？那不你的电话不接吗？哎呀，咋啦？哎呀，现在一提起那个小孩的事啊，我都有一种什么心情，无法形容。哎呀，你看。我们家最小的九老弟都有儿子了，是吧？我今天呢要去看望我的小侄儿，你说我这个当伯伯的情何以堪呢？啊？那有什么情何以堪的？你以后也会有嘛。那，你看别人九老弟以后孩子都会打酱油了，你我呢？那你自己去努力吧。我努力，开玩笑，我也要你噻，是不是？啊？你是受了什么刺激吗？打个电话给我，就是跟我讲这个啊。那不是，没受刺激。主要的问题呢，自己想到的孩子啊，心里五味杂陈啊。还有呢，胸潮澎湃。对。更是情何以堪的，真是让我，哎，啊，对平了，常心，平常心。这个事儿就不说了。今天我去看那个小家伙，你这个组内的有什么交代的呢？我看小家伙，啊，那多可爱，多纯洁，对呀，那还要交代什么？哎，那我去空手去吗？那我这个当伯伯的太不像话了吧？对不对？那买吃的，他这么小也吃不了。吃不了，他这么小的小孩的衣服又没买过，我是没买过啊，你不懂吗？我更不懂。那你觉得怎么办呢？买个玩具啊，哎这么小也玩不呦，了。这么小，那你玩着玩玩具哦。这样子的话，那这样吧，那给他。哎，包个红包啊！
对了，最实际了，红包啊，然后他这肯定是要的，红包啊，然后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对吧？嗯。送什么礼物？说不定，说不定九根他们还不喜欢呢，到时候还是负担，对吧？嗯，有道理，他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哈。对呀、啊。对。你就给个红包。你看多好，红红火火的，小朋友快高长大，对对对吧？对对对，健健康康的长大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最好最好最好，嗯，那就按照那个主类的办吧。那怎么办呢？人家主类的就说了，我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是不是？明明你很认同，好不好？是认同啊，很好。嗯，那你就现在赶紧去准备一个红包。然后准备新钱，漂亮的新钱。好，让我去找点。然后就，兴高采烈的去看望小侄子。要沾沾喜气。对。那他那个小朋友很可爱哈。对，很可爱。所以说呢，好，我要抱抱他了之后，啊，我以后的也要这么可爱。哎，对了，那大老粗，等一下就抱着就小心一点，都没抱过小朋友，不要，我觉得我们你的还是不要随便乱抱什么的，你要征求他爸妈的同意什么的。哦，一定要洗手消毒才可以碰小朋友。哦，好好好好好好，知道吗？好好好好好好好，要的要的要的，对不对？必须的必须的，说的也非常有道理。对，这是细节啊，嗯、他那么小，皮肤那么嫩哈。对，你看那些小朋友啊，电视里面不都是这样的吗？都是去搞得很干净那种，干干净净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别说我们家主类的，还对这方面还是细节方面还是挺那个的哈。哎，干净，没有细菌，对吧？对。穿的不是，你不要穿干活的衣服去哦。等一下他第一眼对你这个伯伯的印象要很深的，第一眼小朋友都有感知的。那我这样子吧，那我穿。嗯，那一件最漂亮的休闲西装，带毛毛的那一件，哇！不要，那么好看。等下他心里在想啊，那是不是我爷爷哦？瞎讲，乱说，不能开伦理的玩笑。开玩笑，你不能，不是你把自己把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去抱小朋友的。好好好好，你快去吧。好好好 ，OK， 马上去。我不是为了征求你的意见，不然我早就去了。我跟你讲，啊、嗯，你看我多尊重你啊，是不是？嗯。哎呦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耶。好了，行了，你吃饭了吗？嗯、没有啊。那赶紧吃饭了，现在正是中午时间，12:09。嗯，哇塞，掐着我下班的点打电话过来。不是掐着你下班的点，刚好呢，我现在。啊，没什么事儿嘛，早上把事情该做的做完啦，是不是？刚好这个时间，哎、嗯，对的时间，遇到我们家胖胖，是不是？啊，又说这些，好好好，又说这些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拜拜拜拜。别激动，仪式感很重要，好好好，把自己打扮一下，打扮一下，打扮一下，好的好的好的。洗干净手，消下毒，再抱小孩 ，OK？OK，、okay? okay, 好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嗯嗯。嗯，替我哎，替我向他们问好。好的。啊，嗯，我妈打电话来了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嗯、拜拜。嗯。噔。噔。意思一下。几百块钱。大吉大利！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我去看看哪个看，看那个小侄子看。哦，去吧。看你弟弟弟弟，看你弟弟去。看小弟弟，你是哥哥了嘞，现在。小仔仔，哎呀，小仔，弟弟。你的小老弟，你的小老弟，你看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哥哥来了，哥哥来了。
哎呀，水果我随他走。嗯，行。哎呀，装的好乖，好乖。小三本，幺幺，来来。小云本儿，你过来耍个啥子？看奶奶。哦，宝宝。哎呦，有宝宝，哎呦，宝宝，哦，呱呱声。还是摸着呱呱哟。呱呱声，哦，有呱呱声，那就呱呱哟。哈哈哈哈哈！呱呱，我说包来不？包好吗？我包不来耶。来来包好吗？我说，我包来耶。包来，你把那个那个车把它点上来，给拖起来。哎呀，他没高兴的嘿，哎，哎哎哎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好乖哟嘿，哎呀，眼睛没眨着他，好乖哟嘿，九哥。哎呀，你好乖哟！我能给包不来吗？呀，哎呀，糟蹋那个能要。我能给包起，包起个紧张走了。不紧张。九哥不是包不来呀？哎呀。哎呦呦呦呦！哎呀，慢点慢点慢点！哎呀，坐噻，要得要得，坐嘛。这屋里怎么走？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。我买么子买的，我早把买么子。给小姐伙拿个那个。要要要。我是当伯伯的人，开玩笑。要不？那真要要要。我要要那个必须要那个是当伯伯的心眼。是不是？谢谢三伯的哈。谢谢三伯，谢谢三伯。拿个新内。小林就说谢谢三伯。不谢。哎呀，好乖！哎呀，那个应该有的嘛，那个伯伯来看哈子儿子。哎呀！伯伯的，看要得。带弟弟。哎呀，好乖，好乖。乖哟，好乖，长得你看，那个皮肤好好哦，真的好。你看浓眉大眼的。啊？你们都吃醋了，不高兴了哟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也提出啊？不应该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是啊，嘿，你看都不看的了？你看么子？看呆的啊！小妹儿提出的。哎呀，那个小家伙真的让人爱不释手哎！那个小家伙，好乖。我坐的那只车，嗯，坐到屋里坐上，不坐呀，在外头耍哈的，不要呀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不要，我说努力争取门店的嫂子那里生意路，努力努力努力，生意路小胖哦，要向九老弟看齐，哎呦，好乖哟。耶，哦哦，你在那里说，哦哦哦哦，哎呦，把你那个冷落了嘛，有个儿子。摸弟弟。不摸，你是脏。哎呀，你是搞啥子？喊弟弟。哥哥。哎呀，你看，喊得好噻。哎嘛，乖呀。嗯，干么子？球球。嗯，哦，球球嗦。哦，他看到有个球球打，哎呀，他看到有个球球打，哎呀，来嘛，球球球球，来。不坐呀，不坐，不坐，你外头站好的噻。哎，不坐呀。哎呀，要得要得，谢谢。坐好噻。不坐，我专门来看哈、啊、那个，看那个小乖乖。不拿幺幺，他才吃饭。嗯，才吃饭。好，那里去耍，乖乖。仔仔，里头去耍，干地方。嘿，像牛儿一样的不跟勾哎。里面去，对，里面去，哎，对。对，乖。说普通话才听得懂。